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看看你。哥，你们俩不是已经吹了吗？后来我们又和好了。刘洋，阿姨今天拜托你一件事儿好吗？你看啊，那个男孩子是一直喜欢佳倩那个男孩，你知道他就喜欢他，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阿姨今天安排他们见个面，我也不知道你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你就底下顶在这儿了。你看，你今天能不能这个给阿姨点面子？你就说你。 结婚了，有家了，知道吗？你是有事儿，佳倩姐有事儿，你送她回来，好不好？你东西拿不动，你帮她拿，然后呢，这个你俩的事儿，放下。阿姨，等他们走之后再权衡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阿姨这拜托了，真的，你不能打我脸，知道吗？你这多难看呢，好不好？那您是说让我说瞎话？ 不是下权宜之计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现在这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让我这我脸没处，那是我多年的老同事啊！我要是那明天单位全都知道了，阿姨没法做人了，知道吗？阿姨拜托你了，就这么着啊！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我给你使个眼色什么你就按着我的意思来，好吗？王姐呢？王姐呢？哎呀，那个来了。 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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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神经病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动快了。怎么了，老罗？那个老田啊，佳倩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啊。谁是谁的？他死孩子，你就是愿意这胡说八道，这种玩笑能瞎开吗？什么事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这都已经结婚了，是吧，小刘？啊。哦，结了。我是童家县的同事。你看，就是愿意。哎呀，那个，赶紧快吃吧。啊，对，尝尝，这是你叔叔的手艺，这是叔叔做的。别说，老童的手艺还真不错啊，做了这么多。吃饭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好，来，先吃。那个块鱼。哎，哦，我不爱吃鱼。哎，刘洋，你吃吧。哎，你不最爱吃鱼了吗？你不爱吃谁爱吃啊？我佳倩最爱吃鱼了，要不能这么聪明吗？就是啊，太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一块玩，但是长大了没怎么见面啊，多见几回就好了。对，没见了，慢慢熟了就好了。对，熟了就好。对，佳倩呢？我们杜姨还会做菜呢，等后熟了了到我们家去，让她给你做，喜欢吃什么？对，下次去我们家。对，没什么爱吃的啊。你就爱吃那个叫什么糖醋的啊？
糖醋的，哎呀，那太巧了，我们杜毅最拿手了，做糖醋排骨，是不是？那我最不爱吃的就是糖醋排骨了，不是，关键是那个排骨太塞牙了，是吧，刘洋？这小刘就像没听见你说话似的。刘儿，怎么家里不放心是吧？太太一个人在家，哎呀，要不你要吃好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还早呢，人还没吃呢。你看他。你把人送你回来就行了，你别让人家心里有事儿，坐不住啊。那小刘，那就阿姨谢谢你了啊。啊，刘洋，那你就先那行吧，小刘我吃了，送的。哎呀，送什么呀？都是同事，你做事陪着我阿姨啊。那个小刘，我送你。刘洋，送啊，你站住啊！刘，不是什么二马一拖凳吗？你不是擦啦啦啦啦吗？你怎么没出息啊你？妈，我不管你跟刘洋说了是什么，但是这游戏我实在是玩不下去了。罗阿姨，告诉您吧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我们都快结婚了。不是什么呀你？没看出来我妈在给我介绍对象吗？佟佳倩，你生下来就是跟我作对的是吗？不是我在跟您作对，是您在跟我作对。我还告诉你们一事儿，我怀孕了，是刘洋的。我先走。哎，怎么那么没出息啊你？老铁，你这整的什么事儿啊？这是老罗，咱走。老罗，那个老罗，吃一口吧啊，吃一口再走。你看这病不忙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听我跟你讲，别说，别说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。我跟你说，我送送，我跟你说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我们俩要结婚，这就是我今天来带他来告诉你们的。告诉你，我不允许，我不允许，我不允许。